姐妹们哈、啊，找我要沙粒色的小泰迪，今天就给你们来个专场，一下子更新出了四只。哇塞，这么多呀！一只比一只呆萌哈。是的，太可爱了都。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只。好嘞。这只呢吃的就比较胖乎哈，毛量也特别好。是的，圆嘟嘟的哈。你看这眼睛又圆又大哈。是的，小爪爪也黑黑的哈，像个小熊掌一样哈。对，太可爱了。再给你们看一下后边的毛量。好的。天哪，你看这毛量。哇塞，这也太爆了吧！又多又密哈。是的。体型也只有巴掌大。太小了，宝贝。你看小脸儿。呀，颜色也挺均匀的哈。看着暖暖的哈。是的。如果你们喜欢胖乎的、毛多的，可以选它啦。对，选它也没错啊。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只。好嘞，这只呢长得像个小浣熊一样哈。对，超级好看。哇，它的花色特别有特点。是的，都不常遇到。尤其是它的小脚脚像四脚踏雪一样哈。你别说，还真的是哈。眼睛也是大大的哈。对，又大又有神的宝贝，你往哪里看，还在吐舌头呢。嘴巴也短，来顶一下。你们量一下啊，只有一只哈，而且后面的毛量也特别好，看一下。哇塞，这毛量这个也比较好哈。对，体型超小哈。是的，宝贝。来看这脸儿，真的很好看呀，太萌了哈。对，像个假的一样。是的，一看就是个小女孩子像哈。还吐着小舌头呢。对，太好看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脸蛋甜的、有特点的，可以选它啦。好嘞。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只。这只三号和一号长得特别像，是不是？简直是双胞胎呀！这是。对，他们就是一窝的哈。哎呀，太准了！而且毛量也特别好，这只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哇塞，这个毛量跟那个一样一样的，像太好了。一样哈。是的，太好了。看看这脸，哇，还在卖萌呢。也是胖嘟嘟的，像个小熊一样哈。是的。如果你们喜欢胖乎的，可以选一号、三号。对，这两只可以选一只。都给你们找个好家。好嘞。接着咱们再来看最后一只哈。好的，这一只呢是四只里面颜色最浅的一只，对，颜色也是最暖的哈，对，眼睛也是大大的哈，是的，还在吐舌头卖萌呢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嘴巴稍微长了一点，看一下，是的，有一点长哈，但是毛量也特别好，哇塞，这个毛量摸着是最舒服的哈，对，体型也只有巴掌大哈，耶，再来看这脸，如果你们预算不高的，还喜欢香槟色的，可以选它啦，对，这四只你们觉得哪只更可爱呀？